我们现在在 Edison， 现在要来吃快乐小羊的小火锅，牛油底料。Hello guys, how many? Two. Oh, do the premium. Premium perfect. Can we film inside of the restaurant? It's fine. Thank you. 我要吃快乐羔羊卷。认识规则。是这一家的，上次来是前年还是去年还是什么？对不对？去年呐、啊。是补原味锅，特品锅啊，特品鸳鸯锅啊。好，那我们买一个，点一个特品锅。嗯，我们要点什么？Yeah. So get. One of this. One of this. What else? In one of the pork. Yep. It's self serve items. Yes, get over. Okay, thank you. Do we get drinks? Yeah.Okay, thank you. 你会讲中文吗？就是这些，就是除了这个，其他都是自助的，对吗？对对对。好。只是这边的东西，我们会有人在那边。好的好的，好，谢谢。我要去照他的菜。看这个，这个是，哦，这是熟食区，这是熟食。然后点饮料，点个什么饮料好呢？拿这个菜，想吃这个菜，先点吧。So here I have two duck guts. And what is this? This is a cuttlefish and spinach paste. Oh, can I get one of them? One shrimp paste. And anything else? Yeah.Those shrimps? Shrimps? Down there. Anything else? That's all for now. Thank you. And can I also get sour plum juice and original milk tea?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I bring the drinks to your table, okay? Thank you. 得到这个。你看这个。墨鱼虾滑。虾滑。下次 ，Thank you so much。看有什么菜可以拿，这个是饮料吧，可以自己拿。哇，是很丰富的，丰富红椒鸡柳、黑椒牛柳，我喜欢吃这个冻豆腐。哇，凉浓凉白肉哎，不知道什么意思，看起来好好吃。这边是有。这是什么啊？甜品，这是调料区。好，那先这样吧，我们要来吃饭喽。拿个菜吧，我最喜欢吃火锅，就是因为这里可以有很多菜可以吃，就喜欢吃很多的菜。火锅店的菜都好大方，吃这个，这是什么菜啊？吃这个吧。你要去哪？我们两个都可以去哪？
致敬汤底，我觉得他要表达的是他的汤底就跟小肥羊很像，他叫快乐小羊。圆肉，这是猪肉，圆肉，放点羊，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这两个都是羊肉，它这个是什么？这个羔羊，这个小肥羊。哦，好好，谢谢。这个猪肉跟那个放进去，放进去。可乐吗？我不要。不是，我说你是拿了可乐吗？真没吃。东西喽，这是筷子。我觉得它的免洗筷品质不错哎。啊，这是汤匙，汤匙应该是可以重复使用。我想来吃。我想来吃，刚刚放了很多的肉，先吃肉好了。这个肉应该可以吃了。什么肉？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肉哎。先吃肉。我觉得它的羊肉是最好吃的。他以前规定说神户牛只能一人拿两份，对不对？现在没有，对吧？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但我觉得它的羊肉是最好吃的。嗯，好吃。